京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于1960年，是北京大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四级火箭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实验基地。自2009年以来，学校在多元自主发展的办学理念下，设定了全新的培养目标。我们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富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们的关爱。围绕这样的培养目标，学校以多元自主为核心，打破传统班级、年级制等僵化组织形式，开创性的设计并实施了学院制、书院制。生活在8个书院里的附中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行知学院的国家新课程、原培学院的深度学习课程、博雅学院的跨学科课程、道尔顿学院的国际课程。他们在戏剧节、舞蹈节里发挥想象，表达自我，在足球杯与篮球杯上团队合作，锻炼比拼，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在响应国家新课程改革方面积极探索的过程，不仅帮助附中营造出了多元选择、自主合作、个性发展的校园生态，也让附中具有了为基础教育领域做出更大贡献的可能。近年来，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加快基本公共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积极配合北京市教委关于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计划，满足各地区对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实际需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应各方要求，相继举办承办了北达资源中学、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北一附中、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北大附中海口学校2018年开学共计6所分校，积极推广素质教育改革实践，促进教育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协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确保在今后集团化办学中的办学质量与北京大学的发展形成更好的协同效应，支持北京大学争创双一流、引进优秀人才的战略，北大附中教育集团总校应运而生。北达资源中学的前身是专收北大子弟入学的北大二附中。1997年，国家政策高初中分离，附中为保留初中优秀的生源，北大将二附中转制为国有民办学校，北大资源集团举办，北大附中承办。学校坐落在北京大学畅春园内，与拥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北京大学仅一墙之隔。学校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学生发展、一切适合学生发展的办学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北一附中是北京大学为了解决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附属医院的子弟入学问题，2015年全面接管的海淀区属学校，是北大党委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努力成为海淀区东部一所家长满意、学生向往、引领社区文化发展的学校，培养有爱国情怀、敬业与奉献精神的优秀公民，是北一附中的办学宗旨。由北大附中承办之后，北一附中更加重视特色课程建设，借助北京大学、北大医学部、北大附中的教育资源，并且结合传统文化的优势，开展了独具特色的办学活动。北一附中努力打造两大特色课程，生化特色和传统文化特色。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是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促进教育均衡的发展战略，
为北京军区子弟提供优质资源，由附中承接的石景山区属薄弱学校，这是石景山区教委和北大附中采取国有联办协议管理、整体委托、自主办学的方式合作举办的一所具有初中、高中两个学段六年制公办学校。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本着凝聚、坚韧、务实、思进的办学理念，提出使学生明确个性发展方向，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培养自身科学与人文素养及能力，为每位学生的人生发展奠基的培养目标。北大附中朝阳未来学校为市级优质高中教育统筹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示范高中招生增量解决北京市教育均衡化问题。招生政策为名额分配、校额到校，是北京市一加三办学模式的重要试点基地。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批判性思维和公民素养，让学生通过混合式学习、项目制合作等历练，自信轻松地面对未来社会的变化与挑战。老师团队中既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本部老师，也有北大、清华等综合类大学硕士及博士毕业生，以及海外留学生。除授课外，老师们也相应兼任学生导师工作，关爱学生学业和生活成长，为学生提供支持与指导。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是响应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由北大附中承办的一所东丽区属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该校为公办学校按民办机制办学的创新试点。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在北大附中丰富的课程基础和教学经验上，将互联网加的概念深刻融入到教育教学中。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权重选课。这种选课方式基本上在大学才会出现。学校的个性化课程评价、实践周及俱乐部的分享也都在线上进行，让学生从小亲身体验信息时代的互联思维与共享意识。即将开办的北大附中海口学校是由海口市政府提供办学用地、北大附中管理的公助民办学校。北大附中海口学校国际化的视野和执行力体现在硬件设施和教学理念上，学习内容重在培养学生个性独立思考并自主完成学习内容，同时也非常强调学生团结协作的社交能力，从而成为能够顺应时代趋势和未来需求的综合性人才。北大附中教育集团总校成立之后，既能保证本部的办学质量，又能做到对分校发展的有效支持，与此同时也可以适应各类型分校的管理办法和合作机制，有效保障北大附中教育品牌的价值信誉，实现各校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兑现对各级政府的办学承诺，满足大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